要哈，哎，跟你们报告一下，这个哦，三十年的老师，无这简单，你当请来呢？迄不是讲叫来就来呢，迄预约呢，迄就在就要预约呢。所以今天哦，来到现场的都是赚到哦。嘿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已经道具准备好了？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表演什么？我跟你们讲哦，几乎哦，这个特技已经要失传了。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今天哦，我们来到现场，我们要发扬我们哦中国文化，我们的这个特技哦，这个安排就是希望大家哦，哎，要记住我们是中国人，要好好发挥我们中国人哦这些特技文化传承，好不好？好，双手借给我，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林师傅出场。好像不够热情，尖叫声！哦，赞啊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！耶，师傅出来了！
两个带太太哦。好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那个太太在哪里？啊，出来录影啊，啊，录起来啊，历史性的一刻。你教一下，教一下，我们就一二三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来来来，师傅再看哦。我们师傅哦会特别帮你调好，爱用我起哦，啊你爸爸垂直九十度，来试一下试一下，要不要我们帮你喊一下好不好？要不要蹲一下？好了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哎呦，我们师傅是念英文，我大概改一下，他是 1, 2, 3。我们要国际化，待会再跟师傅念一下英文。最后一个 ，last one， 哦，弟弟，要帅哥，要大人吗？高一点，高一点的好不好？冲过来了，妹妹哦，这样子不太好吧？因为我们这个是大人的尺寸，有没有谁？没有，我们红包就要我收了哦。有没有？啊、你哦，你一直笑干什么？就出来啦！掌声鼓励啊！要不要拿红包？要吼，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哎，马上哦！要念英文啊，小朋友会不会念一二三的英文？会哈 ，1, 2, 3，对不对？陪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啊，我还没念呢，安呢？不容易哦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哇，红包发不出去了。计时一下哦，这个碗哦一上去就不能下来哦。好像已经超过一分钟了哈。
不，大家都很认真录哦，要看录多久，对不对？我回去要练吗？要不要 PK 一下？有，这样有没有三分钟了？有了哈、哦，你看连录的都觉得手很酸，对不对？这么久，还有啊，这么厉害。表演，当然了，我们俊成表演艺术团队也非常的感谢大家。那真的每一年哦，我们山西沟的委员都指定一定要我们来到现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看表演就是哇，好惊叹，哇，好过瘾，哇，意犹未尽。所以呢，今年我们又来到现场了，还特别加码哦。那你们想还要想看什么秀？你知道？哎呦，哎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对了，节目表都有了，哎，还会数了，好哦，你们都很厉害哦，很认真，我喜欢。好的，那当然哦，安安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俊成表演团队的邀请，来跟大家也一起同欢。那我刚刚知道啊，哇，今天哦，我们的变脸秀有一点不一样哦，想不想要来一点 special？ 想哦，啊想的话，我们要请小朋友浪浪位置。这个走道要轻开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回座位，谢谢。好，那为什么那个 special 一定要让位置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后面，大家好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我？有哈、哦，你们希不希望我们待会呢的变脸大王、变脸公主来到你的身边，近距离给你变一下，要不要？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后面啊，我听不清楚。后面的要不要？要的话，给我画一个圈。啊，再给我爱的鼓励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哎，这边开始热情哦。好，这样子好了，再加嘛。待会啊，不但是有一个变脸大王、变脸公主来到现场，我们再加一个美猴王，小朋友最喜欢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小朋友想不想看美猴王变脸啊？想哦，来，小朋友给我一点掌声。哇，你们好棒哦，太爱你们了。好，当然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，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双手借给我，让我们欢迎我们厉害的四川变脸秀。没有尖叫声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我的梗。来，尖叫声！
声呢？我们转过来啦。哪一个是金猴王？公主在哪里？大王在哪里？我脱脱一副面孔，色拉拉一丝真彩，那就是五台山的传奇。大王非常的高大，对不对？
把红包拿出来，这样子更好，可能他马上就飞奔过去了。人家坐飞机来很辛苦呢，他从四川坐飞机来真的不容易了。好，快点！哎呦，大王你也很受欢迎啊！哎，你怎么那么亲民，还要蹲下来跟大家互动一下？哇，你们这边旁边的朋友热情拿出来，掌声欢迎一下！哎呦，谢谢啦，感谢，有欢喜吗？谢谢。你看，我们俊成表演团队这么用心，角落的好朋友，我们都来近距离给你演出哦。弟弟有没有开心？有啊。哎呦，美猴王你比较受欢迎哦，真的。要阿吉吉吧，要不要握手？给他望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大王，你在逗人家，你在逗小妹妹。好，想不想近距离看啊？想的话，尖叫声在哪里？尖叫声是这样吗？来，给我一下。那你，我请那个大王过来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啊，不要啊。你好好玩哦，你又要看人家变脸，又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还会自拍哦，帅哥你很聪明哦，知道要跟我们大王自拍。哎呀，这是阿嬷吗？陪阿嬷出来看哦，阿嬷有没有开心？有哦，耶，啊，开心要掌声鼓励啊，谢谢。哦，大王你很受欢迎，我来看一下我们公主。也好多人排队要跟公主合照哦。我们公主哦，真的是非常和蔼可亲。啊，如果你给她头啊虾勾一起哦，她就会过去哦。哎呦，都是小妹妹找公主啊。哎，谢谢。好，哎，大家帮我一个忙，我们公主头上那两根哦是国宝，好不好？不要拉我们的国宝哦。那两根已经找不到了，所以用看的就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哎呦，美猴王，你什么时候变美女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呢，你可以拍谁啊？你也拍谁啊？哎呀，跟小美女拍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说说。美猴王，那你待会要变什么人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好吗？好啊，来。想不想看美猴王变脸？想我们给美猴王尖叫声？好像不够热情。哎呦，马上脸都绿了。哎呦，魔王出现了。要不要？要不要再看啊？哪边要看？啊，怎么大家都不够热情？热情拿给我。赞呐，谢谢你，耶！喜欢吗？妹妹喜欢公主，对不对？我有看到，谢谢，开心吗？好好，开心好，耶！谢谢你们，哇，你们怎么那么热情啊？我们太爱你了，哎。那个美猴王，你后面还有妹妹在排队。妹妹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哦，特别回来我们这里过年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美猴王在这边，两个妹妹要跟你合照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们怎么这么可爱？我还要转过去哦。哦，背光背光，爸爸要记录一下。耶、yeah!。谢谢，感谢，开不开心？喜欢吗？快点，赶要就是你的最后五分钟哦。这个机票很贵哦，我们请他来，我们要限时间，就马上就要坐飞机了。还有没有谁要拍照？大家麻烦。
手机、相机准备好，动作快一点哦。每一个人有三秒钟，一、二、三，谢谢。好的，哎，啊，我们公主在右边，美猴王在中间，啊，大王在哪边？哎呦，在后面啊，大王你还真亲民啊，跑那么远啊，哎呦，谢谢啦，还这么远都还要去给他哦握个手哦。再次的代表我们剧城表演团队，谢谢大家的热情，感谢你们。哇，太受欢迎了，啊，比个耶好不好？耶，谢谢。哇，好开心哦！今天有没有来到赚到的感觉？都不用去美国啊，也不用去四川了，就在我们现场，我们关庙三十宫，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国际级的演出啊！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三十宫哦，这么喜欢我们表演团队的安排。来来来，双手借给我们，再次给他们掌声。哎，谢谢小朋友。哦，你们好乖，好热情，真好。谢谢。哎，有的人很聪明哦，又跟公主合照，又跑去找美猴王，连大王都不放过。耶、喜欢吗，小朋友？好，还有谁要拍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了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快点！耶、哦，大王，你真的很受欢迎。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大王，对不对？扇子也这么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粉丝啊，那妹妹追你追很久了，还要自拍哦，真聪明。哎，大王你也知道耶哦，要不要啾咪一下？啾咪。好，换人换人，大王你等一下，这个妹妹在后面一直跟你耶。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站。好，哦，你 pose 摆得很好哦，妹妹。耶，弟弟你也要拍吗？要哦，要哦。我大王，你的扇子打开一下，有没有比较酷？嗯，哇，太酷了。弟弟你很开心哦。耶，我知道。你的表情真的很羡慕，掌声鼓励！哎呦，美猴王已经回到台上了，啊，公主咧？哦，公主你也好亲民哦，旁边的每一个都要握手，让大家望一下，对不对？有握到了哈、哦？哎，有没有拍到？谢谢你们。大家喜欢吗？要变了吗？摸脸摸脸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哎，帅哥等一下，你是要怎样？哦，追公主哦，哎呦，要讲一下嘛，啊，你把那请个昂公公的，来啊来啊，这会这会，哦，轮流哦，哎呦，我们公主本人很漂亮哦。哎，金猴王怎么办？忽然人气有点弱。哎呀，大家都扒着他们不放。原来我们现场的嘉宾这么热情，还要不要？最后一个人，快上来！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好了哦，拍到了哦。以后手机换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好久哦，谢谢。哦，好的。
谢。好，来，妹妹，妹妹，三、二、一。谢谢同学们，谢谢同学们。的手借给我，再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对嘛？想不想看他真面目啊？想吗？好，认真哦。喂，三十岁你敢看前看，前看后看，哇，好帅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的呢，很多美女掌声就出了底啊！哎，我们公主出来啦！现场帅哥要不要看公主？要吗？哦，公主会武功哦。美猴王，哎呦，美猴王很厉害呢，还会耍棍子，金箍棒。要拜年吗？还要跟你们拜年呢，啊，掌声一下。大家好。你未免也太认真了吧！哎呦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有哦，好厉害哦！来来来来来，有没有很厉害？有哦，还有专业摄影师在那边录，有没有帅呀？好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啊。变脸哦，面具变不见，不简单，变回来更难啊！掌声鼓励！耶！加油！掌声鼓励啊！谢谢。记下来了，我要确认一下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，有没有？开春初一一个夜晚，觉得好难忘，有没有？有哦，有没有舍不得离开？有哦，我忽然好沸腾的心情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哦？老天爷真的是对我们很好呢，知道我们山西宫哦要连续哦一二三四五五个晚上哦，这个安排表演给我们那么棒的天气，有没有很感恩？有哈、哦，今天天气好舒服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当然哦，我们要带着这个感恩的心哦，明天再来继续来看我们接下来的安排的这些精彩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呢。我们俊成表演艺术团队，谢谢大家的莅临，祝福大家阖家平安，心想事成，恭喜发大财，2018一起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所有现场的小朋友，来跟我们一起说新年快乐，一二三。我都帮你们讲好了哈，谢谢你们，明天见，拜拜，谢谢。